哎呀，我去，还有大大一件事。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今天我又来这个阿姨家这边这棵树这里摘这个花了，据说这个花叫木槿花啊。看我后面这位奶奶，她在帮我摘这个木槿花，好热心啊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，可惜你从这个能不能吃的？可以吃。这个菇也可以吃的呀？应该可以吃的对吧？哦。哦，你摘的麻子来吃了？摘了点温水。哦，那个空心菜，还有麻子，换着吃哈。啊，炒点麻子，炒点温水是够的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我的视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